我有很多国外的朋友回来，他们都很喜欢，就是跟我讲说他们很喜欢台湾的酒店。所以，你听到了一个男偶像的事情。对。这个真的要吃掉，而且要吃到肚子里头。是称得上偶像的人吗？而且是超级偶像。超级偶像，超级偶像形象很端正。要超级偶像只有存在歌唱界。看起来每次到这个系列，徐熙娣精神为之一振。I need 八卦，我需要新的八卦，快点 give it to me。开始了吗？开始了吗？开始了。因为那男的也蛮帅又多金的，然后那女生就想说，哎、欸，他最近还不错。那演艺圈有帅又多金，还是企业界？他可能也横跨吧，都算吧。我知道是谁，然后反正就算企业，这样你就知道，就想要，就是家庭背景是很好的，就还不错的，对。然后就是可能想要用他一起来抄绯闻，超过180以上。我知道了，我也是男，真的知道，你们都知道，厉害哦，你们。可是女方就想要吵，男生就觉得说跟他没那么熟，可能以前认识而已，然后就拒绝了。你是从男方那边听到的故事吗？还有一些共同的朋友听到，而且我们都知道，千真万确就对了。拒绝后，拒绝了以后，然后比如说女方，比如说我想跟康哥炒绯闻，可是我跟你没那么熟，但我可能跟小 S 比较好，那我可能就用小 S 的关系把你约出来。哦，假装是要碰面，不是要？就我们一群朋友碰面，可是他可能我就可能坐你旁边呐，然后我可能就对你示好。比较多这种画面，拍照的时候就会有画面了。对，可是你被约出来了，你并不知道你被偷拍。对，因为我们上次已经想说不要了，可能过了一个月后我们又约出来，但其实这次就是偷拍，就突然发现被偷拍以后上了报，我朋友就觉得，跟经纪公司会觉得，怎么会这样？所以那女生算成功啦，就成功了。可是我觉得这朋友也就没有了吧，所以之后就再也没有出去了，是不是？就没有啦，就断交，就不联络了吧。我爸上麻烦你哦。所以要讲女生哦，两个都写，男女都要写，下的，太空了，我可以写信就好了吗？可以。啊，所以他不能看哦，他不只有我看得见，你不要偷看呢。我没有偷看，他自己拿这样。你也有在偷看？我没有了，哪有？是谁呀？这个女的？不是，怎么会有节目这样折？怎么会有节目这样折磨特别来宾？好难过，整个不舒服到不行。我想大家都。假的，怎么样？那个女生是很令人意外的人选吗？因为我太上，我没我。再别他了，镇静。他上面讲出来。女生是哪一个？我要看。他有上过你们节目吗？给他100分对。OK。那等一下，男的猜对吗？没有，男的我猜错了。对，男的我们都猜错。男的我以为是他，哎，我以为是他。对不对？对，我以为是另外一个。你们要掐，你们掐。我帮他暗扛了很多事情，因为他其实在拍戏的时候做过很多很夸张的事情。因为我们那时候大家一起拍戏住同一个房间，他还在我们睡着，然后把男艺人带回来。哇，假的！男艺人名字写下了，我要听的就是这个 ，OK？ 快点！是在前面讲了那么一大堆，我搞不清楚状况哎，就是男的，因为我就睡，因为我们可能要出一大早的外景，结果就听到有人按我们房间的电铃，然后就是一个跟我们拍同一部戏的男生，我们熬不过来，就是老人家掩饰不了自己的情绪。你的表情是什么意思？他到底有没有跟你交集？同一个老板哦，对，所以说我说我不想讲。现在你已经写了那个吗？写了带回来了吗？而且现在这个男艺人也有女朋友。你说现在了，现就是当时他到了房间的那个男艺人也有女朋友，现在他劈腿，没有，不是，没有，是后来那个男艺人跟别人交往，谁？我跟你讲，拜托汪建明今天不要讲了好不好？黄思嘉可以当固定来宾，要。你扛起来，你扛起来，我怎么拿走了？哎呦，我想知道哦。完了，谁呀？你把现在看前侧，好弱，这个人不太算是，已经不在。你前面讲成这样，后面他应该已经不在演艺圈了吧？不在，我看，就是说他的女朋友还在这个圈子里啊。你在看，
我觉得他看了也不知道在讲什么。我们可以看吗？我们可以看吗？我觉得你看了会很失望。我觉得你看了不要看了，不要看了。马给我，你看了会骂脏话。哎，你在讲什么跟什么？我干嘛花那么长时间听这种烂故事啊？哎，对他有点不在演艺圈。对啊，我有事。谁？不行啊！铁头哥看到会丢本子，他会丢本子。这个有点枉费我们付出这么大。他的女朋友是谁？我不能讲一讲大家。你们写的写给我看。哦，他女朋友在线上。哎，他女朋友名字写下来，快点写他女朋友名字。王以璐知道嘛？是不是？哎呦，那以璐写就好了。不行，所以你们要一路真的写真的吗？一路写下，这样我们才不会下次在他面前不会太丢脸。不能跟他讲，我们是为了礼貌。我好开心，我第一次上节目不用讲到故事。你只要一点有慌张着急就好了。而且你一直不行，可以。你们还蛮尊重前辈，不能讲，不行，他们在一起不能讲，他们在一起。我们一个朋友生日的一个房间，对，4-5点才到那边，然后我就先躺上去，对，但床上后来总共躺了5个人，但我后来我就醒来，我就觉得，哎，怎么好拥挤的感觉？你醒来是多久之后的事？我不知道，其实我不晓得我睡了多久，但天色还是暗的，我就醒来，然后就觉得怎么这么拥挤啊？就感觉旁边左右都有温度这样，可是因为旁边人都是很熟的，所以就那个区域里面都是很熟，所以我也不担心就是会怎么样。然后我就醒来，我就觉得怎么有人在我旁边震动，就在我的右边。可是我真的很想尿，我想要上厕所，但是我想说，完了，他们该不会在做些奇怪的事情吧？那这样我起来又很尴尬，我想说怎么办？我就假装翻一个身好了，我就翻身，然后我就想偷看，我发现我旁边那个人也是这样偷看，我就醒了。他，对，我想说，完了，怎么大家都醒了？你们干嘛不偷看郑源的那个不敢发生的？我们不敢，我们就这样好尴尬，所以你就刻意转成背对他。对，我就转成背对他们，但殊不知我旁边那个人也在偷看，然后我们两个就好害羞啊你们。然后旁边两个人就去厕所。哦，我们就想说他们怎么会出来？我们就在看时间呢，差不多待了20分钟。所以你们是直到他们出来你们才走吗？没有，他们出来之后我们还是继续装睡，然后呢，然后我们就还找一个点说，哦，就坐起来了。嗯，现在几点了？好想上厕所。然后讲什么好上下厕所好了，然后可能，哎，你们怎么起来？哎，你们在干嘛？这样。到我了，快过去，赶紧，我都好想写写写，不能给其他人看到，不能，写小一点，尽量写小一点，小心写，小心写。我们看完，我也没有看，我背对，背对。我想知道谁。我可以讲到头水吗？三个字还两个字？盖起来，好，交给好了吗？好了吗？我不要。我回家。还有偶像的事情，对，这个真的要吃掉，而且要吃到肚子里头。是称得上偶像的人吗？而且是超级偶像。超级偶像，超级偶像形象很端正。要超级偶像只有存在歌唱界。对啊，如果主持界就不算哦。主持界哪有超级偶像？对，我就是主持界就没有超级偶像。就是真的超级演电影的也可以是超级偶像。对，你不要再逼他了啦。好了，演员或歌手知道了。然后第一个就是。手来脚来，那个酒店小姐当时讲的时候，其他的小姐们有附和吗？还是说，毕竟她一个人在栽赃这个偶像？有附和，其他人也有附和，就是全场一起服侍那个。也没有全场啊，就是因为有可能有一两个说，哎，对，他是这样子。哦，所以反正意思就是说，不是他一个人在臭瞎掰，然后别人就不是。然后，而且就是讲了到最后呢，可能就是把小姐刚叹气带走，是很想叫她写名，把小姐带出去带走了，然后可能。就
好，停住，快点去！加快脚步，加快脚步，加快脚步！快点，这个真的要写吗？我手是手冒手汗呢，我不会有人看到的，好不好？你写了就折起来，都不能看了，都不能看了，都不能看，写就折。你们真的不能看，怎么办？你跟我讲的，我帮你写。什么？你不能写？他好聪明哦！不要打扰他，你把它转过去，真的去转过去哦，这会出人。对，你要转过去啊，不能看。好了，好了，陈汉典。只有小孩子可以看，只有他，对，然后他会真的，他会毁掉。我可以跟我老公讲吗？可以，你要先讲。小孩子，你先发誓，你全世界人都不能讲，不然会怎么样？不然你自己发誓。我真的不跟任何人讲，去跟朋友 social， 别人问我说那个人到底是谁，我也绝对不会讲，只讲姓。非常特别，不行，好，我都不讲，我都不讲。哎，各位朋友们，我先讲好了，我答应他，我不讲了，不讲了。等于说，全世界只有明星，只有你一个人知道这件事。可是酒店妹一定会跟别人讲啊。对啊。所以如果传出去的话，也不见得是我讲的。不见得。哎，你已经设好后路了吗？对，因为你知道想好后路。录完这一集，我去跟朋友吃饭，他们都会逼问我这个。哎，八婆，八婆吗？陈汉典，好了吗？不要让我看到。Give it to me, give it to me。Give it to me。太辣，太辣。对。他，我觉得小孩子会尖叫。快。我要躲开，我不要被扯到这个风波里。得奖名单是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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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与其逼我们，不如灌醉郭士伦比较快一点。我这个辞掉好不好？灌醉郭士伦，你辞掉，我们姐已经辞了。不要过来！过来！辞掉了。没有，你连你公公婆婆老公都不能讲哦。没有人知道。观众朋友们，我还软了。